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的新北市板桥区体育会的理事长，他更是我们新北市议员，也就是我们的周盛考周理事长，周议员欢迎。没错没错，欢迎我们的周议员来给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年轻选手们跟他们勉励一下，欢迎。谢谢主持大哥，谢谢我们主委，我们各位委员，各位同学，大家好。感谢评审的辛苦。那因为我们街舞啊是来参加我们体育会，那当然在主委的领导下，他第一次的办。那我希望我们像这样的年轻人的一个街舞人能够推展下去，让我们所有的爱好街舞运动者哦，能够有表演的机会，能够有参赛的机会。所以主委有跟他讲，他说下一次要让大人买啊，没关系，因为我们的钱哦可以补助，像今年我们就这个总会就补助到10万，所以明年下一次一样的我会再补助，希望大家练好，大家来夺比较好的一个冠军来比赛。我相信对这样的一个比赛，对大家都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希望我们不是拿第一就是拿第二，没有拿第二，最起码我有参加，对不对？对。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加油，好不好？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周盛考周议员，真的非常关心我们今天所有的年轻选手啊。所以呢，今天刚好这个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不如我们就邀请我们今天所有的与会的贵宾们，也邀请我们所有选手们，我们一起到我们台前跟我们的周议员来一张大合照，好吗？是的，二一。可以再亮一点，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是是是啊，应该可以了啊，请我们的灯控大哥可以了，帮我们灯控打亮一点。不行不行，他比他不行，最亮。不行是不是啊？还是我们这个场灯能够给他打开一下？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OK，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啊，好好。我们再一张，好不好？不好意思，所以我们看哪一个镜头，一样看我们主办方的镜头，来，三、二、一，再一张。好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是我们的参赛选手。